点解咁大件事你唔嚟问下我先，自把自为。其实你想阻止阿浩儿做代主席嘅唯一好多办法。大家早晨，散会。今次我疏忽导致公司一切嘅损失，我会一力承担。仲未谂定噶边个啊？都冇谂过要而家拣。其实而家都唔系轮到我拣。阿娜谂去同人哋求婚，等你阿妈可以早日饮到杯新抱茶。你冇得要晒两个噶，我唔会再上你当噶。我想财色兼收。咁你就俾心机过咗我爹哋个关先啦。点啊，二嫂，咁燥做乜啫？你唔使扮嘢啦。我嫁去邱家是那天一早安排好。你真的很伟大啊！你是不是癫了啊？帮出面人法律师上告自己家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实在太急进了，你以为直传大日没事咩？现在大伯来找我，揸着这个痛脚去回邱氏做副主席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哋邱家唯一嘅继承者。